诶，今仔日，我想大家人拢知影，是台湾历史上上届叮当的一天。有偌济人因为起来反抗，因为只是想要保护伊所意爱的人，来失去了生命，包括我阿嬷的阿公。伊是一个靠天食穿的做事人，有偌济前辈为迄天以后决定，甲伊的青春，甲伊的一世人，拢总献乎台湾。因为这个岛屿虽然有伊悲伤的命运，但是嘛是咱做民望的所在。咱所有的欢喜，拢总伫遮，包括在座所有的前辈，包括已经无伫遮离开咱的前辈，咱追求的是啥物代志？敢讲咱追求的代志是足超过的代志吗？是安怎？敢讲台湾独立，敢讲咱永远着爱做体制外无法度发声的大多数吗？敢讲执政党台湾独立永远着是执政党上后边的选项吗？敢讲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时阵，咱台湾独立建国运动？连一丝丝前进的可能性都无吗？我无法度接受，请问大家能接受吗？我懂。体无完肤。虽然现在中国的威吓愈来愈大，虽然现在也是咱国际社会对咱所上最有利的时候。但是我们必须相信，咱必须要相信，时间已经未赴啊！咱只有即马开始行动，咱三个做伙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咱三个做伙，虽然咱的年龄无同，但是咱拢是同世代，咱拢是甲台湾塑造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同世代。因为我相信，在咱这个世代，咱所爱完成的历史任务，就是不管你的年龄同，咱共同做伙，把台湾作为一个新一独立的国家。我相信，有一天，天总是拢会光，迄个光，就是咱看到。咱台湾会当甲全世界的国家平等站起，咱是勇敢的台湾人，多谢大家。